考虑以后就这么地儿了，不补了。嘚瑟。你都看我九年了，这样显胖啊？那我一会儿拉拉瘦脸就好了，没拉。我看看我手机长啥样，他们说胖乎，我看看是手机胖乎吗？还好啊，我觉得不胖，我觉得挺自然的。就我跟你说，手机把你照胖了，真的都把你照胖了。好像还好吧，照的有点圆润，这里这儿圆呀，对对对，是不是离太近了？现实，现人家粉丝要从那边外地来看你，都得说哇，原来我飞这么瘦。小乘风哥，还好，我觉得圆溜的总比那种尖尖的那种好看多吧。说话是当面，不是，是个新主播，还没播呢。本来就圆嘛，圆就圆呗，这咋的？我在水画呀。小蜜蜂今天休息了。天选哥来了吗？这么快就来了，你别把人大哥给吓到啊！我没化妆，可跟直播不一样啊，有心理准备哟。都跟我八年，好像跟我好几年，都已经习惯了。不开灯也直播，开灯也直播。缺黑的也播，翘白的也播。没有，刀妹化妆呢。刀妹，你今天几点播？九点。她九点播。眼睛太小，我眼睛其实真的很小的。要粘上睫毛的话，就可能会好一点，就是比较不行。我也想嘎个双眼皮儿，我也不太适应。我觉得我感觉嘎双眼皮就不一样了，就变了。从小眼睛就这么小，他化妆瞅着还比例还好一点，化妆比他跟他们比的话也会小一点。我是一个单一个双，不小，刚刚好。拿完眼镜看一看，谁在练歌吗？我在听歌。没有，我在催化呢，舞台在弄着呢，弄好了我再去。你的意思我的眼睛要放大看吗？直播的时候娃娃在家呢，他没有来呢。
妆不好看呀，化妆和化妆它是两个感觉。扎西他们也是得舞台好了吧，他们要过来的话才能来的。这边工作室太小了，再一个吧，他们人气也比较稳定了，让他们在家好好播。你也学学这歌呗。行，八点请人机票，不了，不打了，太浪费钱了啊！以后就在这个平台了吗？是的。平时很少跟大家聊天吗？就跟大家说说话，等着着急呀。别化妆直播，那今天不就没有化妆吗？今天每天都在伤害自己的皮肤，今天在保养一下，一直在擦面膜。那边合同到期了，我在那边直播了8年嘛，8年的合同到期了。皮肤好啊，没事就敷面膜，我基本上天天敷面膜。别的不多，就肉多。以后在成都吗？是，基本上了，以后在成都，分公司在成都了。蛮可爱的啊，谢谢夸奖。不胖呀，怎么讲呢，我不是说自己夸自己，其实我觉得自己胖乎挺可爱的。其实瘦了，真的我觉得瘦了没有以前好看了，就人一瘦就没有那个耐人的那个诱。不是说自己在夸自己，真的，人胖的时候有那个耐人的肉，但不能太胖哈。微胖的时候它是有耐人肉的，但我可能描述的可能东北人能明白，耐人肉就是，但你瘦了就没有那个耐人肉了。我多少斤？我多少斤呢？不能告诉你。瘦的话不能太瘦，太瘦的话就没有那个耐人肉了。其实我喜欢我稍稍微胖一点的时候。瘦的话可能会有点女神的形象。腿个有135斤吗？我最胖也没有那么胖过，但是瞅着视频可能会放大一些。目测130，我没有130，我连120我都没有。我们换个话题行不行？一会儿要查我几根头发了，多少根头发了？好像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我喜欢我现在的自己，可能有点假啊，但是直播自己我也喜欢，我喜欢直播的那种飒飒的感觉。我喜欢腿哥就这样跟大家聊天，不化妆呀，比较轻松，那种很接地气，就那种感觉，呼吸都很放松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扣字吧，基本上我都能看得见。唱歌的时候大家口子的话可能让大家好不好听好听，完了怎么讲呢，就可能一系列的就操作就比较常规。今天不播，休息2天，我要去录歌。我拿小号都开播，都开上瘾了，我都不想拿它好开了。以后万一我不唱歌了，我就拿小号天天就跟大家去聊天。用什么面膜？
我从小孩开播到现在，我天天在敷面膜，他们就问我，你是不是潜移默化的在用卖要带货卖什么面膜？不是，就是我觉得我没啥意思了，而且这个时间别浪费。完了，敷点面膜。要平时的话，我不开播，一会儿东一趟西一趟的，忙这个又忙那个，反正就长这样嘛，也不怕看，抹呗，擦呗。为啥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人，但是感觉性格不像一个人。其实我的粉丝比较喜欢这样的我。化妆品费钱吗？不费钱，那玩意儿都几十块钱，就是买一些就是基础的，就没事补补水，擦一擦就好了。双面人吗？都喜欢，既有直播的那种女神的霸气，又有现在腿哥这么可爱，也有嘟嘟。哪里录？就在绥化录，很近。我绥化找了一个很好的录音棚。你就算别说网红了，你就算明星的话，他化妆和不化妆也是也有点变化。有的明星接地气，也会拿手机不化妆的时候跟自己家的兄弟们聊聊天呢，对不对？我差啥？我又不是明星，干嘛那么冷傲啊？干嘛装的每天都要像戴着一副面具一样？我也得有放松的时间，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直播也开心，我拿小号给大家播的时候也会有放松，也很开心。可能我自己的想法有点天真，但也有可能会掉粉，也有可能就比较喜欢菲儿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我也会留下一大部分的，就是喜欢，就是真实的。完了，真正到演出的时候呢，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该站在台上的时候就要，这叫什么呢？散发出台上的那种魅力和气质，认真的去做好。费着直播，我是这样想的。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跟大家不隔心。但也有可能会掉粉啊，或大哥一看也太丑了，也不化妆，一点气势没有啊，太土了，也有可能哈。但是也有可能比较喜欢这种接地气的。如果要丑的话就将就将就看吧啊，兄弟们，你看两天就习惯了。真掉啊，那没办法，其实现实它咱就是长这样，咱不能可能一直都是在台上那种散发着光芒，每天都要带着妆去跟大家聊天。今天不播。两个酒窝吗？很有光吧。老大了，我的酒窝就是灯黄的时候，因为有美颜有磨皮啊什么的，可能就不是特别明显。没开美颜吧？有那么大差距吗？就像咱出门似的，你看要出门上个班啊，或者参加啥活动啊，咱指定要衣服要穿板正的，化好妆，皮鞋擦得锃锃亮亮的出门。平时的话跟兄弟姐妹们跟家人聊天，有几个就是说化得那么板正，穿得利索去聊天，顶天就说得越难听，不给你抠脚聊天就不错了。咱不至于那样啊，顶天就不化妆了，就是穿的随意一点。
抠一个。我真那样的话真掉粉了啊，别吵吵。那是以前嘛。傻丫头也就铁粉，谁也不可能一辈子都是化妆去迎接这个，怎么叫迎接镜头。他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明星也好，他一定会有自己生活的一面，一定会有明星的就是他亮丽的一面。你不可能就是说始终装着端着那样，该有光环的时候要有光环，该接地气，该走在这个平凡的路上也要走在平凡的路上，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大号不播呀，频繁不播，大号这两天休息。胖胖你改一下名，要不然他们都不知道。我休息一天完了啊，对，休息两天，今天休息养养嗓子，就是恢复恢复，因为这两天唱歌可能昨天唱歌高音有点多吧。啊，昨天的歌我今天还自己看了看，确实挺好听哈。这都是大家给我挑的歌，我昨天唱的，基本上嘛80%都是大家给我挑的歌让我唱。冒烟了不？冒烟了。包装太累嘛，正常。因为只要，确实要把自己美的一面展现出来，但是也有不足的一面嘛。嗓子没有治好吗？嗓子我已经手过术了，已经好了。现在大哥点的歌学了吗？没有，我先录歌，录完歌我回来再学。群里通知了吗？我昨天直播的时候就通知了。那不是我的美啊，那是化妆品的美啊。那化妆品的美那也是一种美啊。那能把化妆品利用好了，完了美起来不也是一种美吗？多休息休息一斤嗓子，其实我睡一觉的话基本上就差不多已经好多了。休息两天，九儿也快播了，刀妹在化妆呢，刀妹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早一点播。一个大一个小吗？我的眼睛吗？嗯，这边是双眼皮，这边是单眼皮。在化妆的时候它有双眼皮贴嘛，它就会调整一下，就像咱们的手啊脚啊脸呐、眼睛呀、或者是眉毛啊，都会有一点点不对称，就是正常的，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啊。大哥来了，是哪个？我看看。期待我舞台呀，快了，再有一个来月就好了，就是再瘦点就好了。嗯，我见留言的时候，我还看到咱家有个粉丝，他说你要再瘦点，怎么说的了？你要再瘦点，我不会看其他的什么什么，怎么说的了那句话？我说好的。但我也不能太瘦，太瘦确实不是特别太好看，我觉得我稍微胖一点好看，不能太瘦了。开播时间到了，今天不播，今
佳木斯离绥化好像也有很远吧？木南哥，因他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给他发过微信，发过信息。那个时候还是疫情的时候，说家里老人生病了，完了就不怎么上线，完了公司啊或什么的，完了就再就没上线。之后呢，我再就没联系过。好了，拜拜。那明天你就直接走吗？行，拜拜。注意安全啊，路上。拜拜。神人还有多久被封出来了？哎呀，你们太操心了。他们都是正常的签约而已。跟谁拜拜？主播。刚才跟大家说话一个新主播，他回去休息去了。九儿下个月来吗？他我不知道啊，应该管理他们有对接，他们在弄吧，什么时候？先起彩了没？没有，我先让他去回去了，他应该是回住的那个地儿去了。妈，就唠嗑都2000多人了。也是菲儿徒弟吗？没有，现在抖音我吸收的徒弟就是娃娃一个，别人都是咱家旗下的主播。今晚布布，菲儿招管理吗？招，你要应聘吗？娃娃出师了吗？没有啊，他现在在家直播，等有舞台了，他们如果说可以过来的情况下呢，他们就过来了，因为他妈妈身体也不好嘛。因为这边我这边工作室地方也小，再也没有舞台，他们自己在家不会比较方便一些，照顾他妈妈也方便一些。还收徒弟吗？收啊，但是各方面条件要过硬。公会能不能招点好看的主播？你想要什么样好看的？就是露这儿的，露这儿的，露这儿的，完了在这个的，完了在这个的，你宿舍要这种的吗？咱公会确实少。这个确实，但我尽力啊，给大家招几个。所以说就每个人认为好看的东西呢就是不一样，欣赏的这个人呢也不一样。我的一个比一个严实，是不是？招男的吗？招呀。真逗。不好意思了。公牙嗓要不要？这个不分什么公鸭嗓不鸭嗓的，就是每个人唱歌他嗓音他不一样，他是老天爷赏饭吃，就每个人的嗓音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不就是可能自己的怎么讲呢，就是露不露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的这个欣赏，第一呢是自己的欣赏，第二呢可能自己心里边或者是从小他的思想还有这个审美他不一样。50岁老头张吗？这个没有那个太强的意向。智慧哥不认识了，今天没化妆，因为线下的时候拿小号开播的时候可能就不想化妆，跟大家聊聊天呀什么的。莫愁姐捂的严实啊，把口罩都捂上了，就露两个眼睛。唱将一凡呀，续没续约？没有。这些东西我都交给去管理啊去弄，我的呢就是负责带好我身边的主播，还有每天看我直播的家人们。
现在这些事情呢就交给他们管理去弄了，其实有的时候大家问我，我也不太知道。当好老板，啥老板呀，我可不是啥老板，我是给大家唱歌的，就这么一个小臭丫头，小胖丫头，啥老板不老板的，可不要说自己高高在上啊。我以前直播的时候都没有几个人，那个时候也没有礼物也没有人，就是大家成就了我今天，你们才是我的老板。可别叫我老板，惭愧哦，是大家的喜欢成就了我今天。那也不能叫飞总，叫老大行，叫老大我可以接受，就是大家的这个精神支柱。波吗？晚上不播啊？咱不提别人家的，就每个人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啊、哦。就玩好自己的就行了，就每个人叫法也不一样。啥时候摘口罩？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其实怎么讲呢，我给他的规划就是一直是一个形象的去播，现在好多人都模仿莫愁姐姐，她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我不会太限制他们去规划特别太远，先期的话给他们规划了一下就好了，以后的话就看自己意愿，叫哥们儿啊、哦、有的时候会跟大家叫哥们儿什么的，不好意思，就是比较随意了，说出口。谢谢雨空。叫铁子行不行？那我也没有那个习惯呢。丫头干啥？还没抹完，我就是抹那个叫什么了，就是面膜抹呗，它又没有啥坏处，一会儿下播我就去洗了，它就吸收没了，它就是一个水分。就大家点亮个灯牌就行，没事咱这个号也整个灯牌就行了，三千人了，今天重逢大家呵呵来看我，来跟我聊天。其实我平时聊天的话就1000多人小号，今晚不播梦怡。昨天跟大家说了，今天我要去录歌，但今天没去，养了一下嗓子，今天一天也没说话，完了多睡了会儿觉，捂了会儿被窝，就趴在被窝里边刷了会儿抖音，看了看这个看了看那个，趴窝的一天。不用化妆吗？不用呀，等明天的时候再去。强哥见识不了，不用不用不用，浪费钱啊，不用。小号给推楼了吗？也不是，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让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嘛，可能点关注的时候20飞加20级，我都30多了，哪有20级了。聊聊天挺好的呀，因为我大号直播的时候很少就这样跟大家去聊天嘛。谁在唱歌？我放的酷狗。今天录了没？没有，今天养了养嗓子，今天也没说话，也啥也没干，趴了一天。明天嗓子会状态好一点，明天录。哇，这今天这么多小辫儿，可以呀、啊。我都变不动了，小陈不要帮我变后边。好看啊。六六哥来了。
查一下，咋还抢上瘾了？别的了，别抢了，浪费。嗯，小程是不是过来了？是啊。刀妹儿和小程，我们这个屋没有那么大嘛，全在一个地方。一直播，我脸上糊的那个面膜嘛，擦掉吧，差不多了。莫愁什么时候去啊？估计他都是公司差不多了，他们能去的话就都去了。大号今天不播。飞的声音太大，他我离就因为我这个绥化这个公司吧，就特别的小，就都在一个楼层，就是办公还有吃饭以及化妆还有练舞，以及我在这儿都是一个平方，都是一个一层。你还喜欢小插戏吗？为啥会这么问呢？那都是我旗下的主播呀，咋不喜欢呢？不要提别人好吗？都是很优秀的人，千万别这样啊，家人们！不要去比那么细，那么没有啥比较，每个人长得也不一样，唱歌也不一样，啥也不一样，没有啥好比较的啊。你喜欢我这一款就够了，我不希望我们的公屏上去说一些任何人。我觉得什么会让人进步呢？欣赏人的优点，知道吗？而不能说看到这个人的缺点。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如果说你的眼睛只能看见人家的不足，那你这辈子就是老一辈人说的什么呢？这辈子都看不见后脑勺。一定要认可和接受，以及虚心去学习。不卑不亢。也不要就是说被别人呀去影响去带节奏呀。其实我觉得粉丝怎么讲呢，粉丝之间还是大部分都是很好的。而且主播和主播之间，我觉得都是相互去学习，相互去成就。模仿啊，哎呀，无所谓嘛，只有优秀的人才模仿，我从来不在乎这些。大家没必要去在乎那么多。黑锅哥喜欢怕什么？怕黑的女人是吗？这个我会唱，但是唱的就可能没有那么太好。可能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截图啊，或者是录像呀，完了或者是对比啊，引起很多没必要的那种节奏。大家真的就没必要去，就是做好自己就好了，相互的去赞美一下不挺好吗？对不对？赠人花，手留香。不卑不亢就好了。我们不比别人优秀，但是我们不比别人差。嗯，讨厌别人说明自己的修为不够啊。今天的文案啊，今天发那文案是咱们家粉丝给我留的言，我就发上去了。我觉得咱们家的有才的人特别的多。
说那话有点太社会风气了啊。等我们强大的，等强大了更需要什么呢？更需要什么叫进退，什么叫包容。不是说你强大了你就可以欺负任何人，而不是说，也不是说你现在就要卧薪尝胆啊，没有啊，这咱也不是混社会的那种，不用。就是大家记住我的话，不管是现在咱做主播也好，生活也好，等你从小慢慢做大是你自己的成就。就是你真的有一天，就是你想做到什么，就是做大也好啊，或者是越来越强也好，我觉得更多的东西呢是帮助你身边的人，而不是说你要欺负谁，你要去做什么，知道吗？这就是你为什么要变强，为什么要努力，而是说自己有了成就再去成就别人，这才是真正的意义啊，而不是说啊就像混黑社会一样，当老大一样，我看谁不顺眼，老木我想吃鱼可不能那样啊。谢谢莫愁，谢莫愁姐姐，你今天没直播吗？莫愁，我这头发都油了，让我擦的，这卷卷毛了。九儿来抖音了吗？没有，他好像得一阵儿吧。今天推流都20000了，可以，也是。也是官方大大一个认可，也是自己的努力，还有兄弟们的维护，还有支持。再一个就是本来就很优秀，莫愁今天人气可高了，嗯，就是看到他们好，我老开心了。谢谢幸福约定。什么时候这边能变成双眼皮了？该说不说，唱歌这块可以啊，那是。为什么老丁管叫莫老六啊？那么发言呢？哎呀妈呀，我都有会员了，小号限时光，我看我几个会员呀？我在哪看会员啊？我有4个。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塔拉哥，塔拉木人哥给我留的言，我觉得老好了说的，所以说就借鉴了一下我哥他给我的留言，今天发上去了嘛。他喜欢这么叫他，我不喜欢，就感觉老六好像跟开玩笑似的。这以后。他喜欢我，不喜欢你，我不能管我叫老六啊。没播，嗯，没有，因为我要去录歌，今天休息休息，因为天天唱我嗓子有点哑，害怕录歌都是哑音不好听，今天缓一天，完了明天去录歌。这个好像都已经成为莫愁姐姐家的这个标志性话语了。要差老六，谢谢希望的爱，哎妈，我5个会员了，和直播2个人嘛，嗯。以前是一个单吗？现在也是一个单一个双，还不开播啊？宝贝，今天我休息，我今天休息，明天也休息。抢人气榜，过分了吧？啊，谢谢他，是不是塔拉哥给我开的会员？谢谢我胖哥，
哎呀，你小号不着急过会员，你有那你就给我过过大号就给我好，大号属于那种陪命亲人。腿哥，叔叔爱你，叔叔爱你，我婶知道吗？玲儿午后太漂亮，我家玲儿也漂亮。完全不一样，没化妆也没洗头，可能刚敷完面膜，头发也有点打绺。都听到云飞唱歌，云飞播了吗？我看看，播着呢。厉害呀，这一天拼命了，这以后叫拼命云飞呀。2000多人可以了，他好像中午的时候都到4000多了吧，快5000了。哎呀妈，我在后台我好像看见腿哥也播了啊，好几个主播。云飞被你带坏了， PK 也不打。其实咋讲呢，可能打 PK 吧能吃的饱一点，不打 PK 吧就是可能人气呢可能会幅度的上涨，因为怎么讲呢，可能每个人的就是就像那天说想要的不一样，你像刀妹啊他们呢可能一天都就说句难听的可能饿的都找不着北，但一天可乐呵了。他说姐我一天看着人气多的时候我蹦的也可有劲了，虽然说不打 PK 但是突然找到了就是姐你直播的那种激情和那种感觉和那种直播间的氛围。他们一劝我下播，真的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一唱歌的时候你眼睛会红，有人关心有人疼我，就是那种努力的时候后边有人支持的感觉不一样。确实做人气的话多少可能会有点多少有点饿，就大家可以的话就像做人气不打 PK 的主播都给扔点嘛，就不饿了嘛。其实我也希望他们可能人气做的差不多好一点的时候也可以就是 P 个 K， 也可以啥交交朋友嘛，也不能像我一样交交朋友啊认识认识啊，也可以就是促进粉丝可能对面的粉丝也认识，大哥也认识，朋友也多，这样认识的人圈子会广一些。后来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学会了吗？学会了，但是那个一唱吊人我就没咋唱。整个器材人气都稳步上升吗？嗯，就是人气都在稳步上升，流水都在稳步下降。完了自己干的一天都老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跳的一天比一天有劲儿。要没有这帮兄弟我连电费我都交不起了。 PK 可以增加人气吗？可以啊，但总 PK 不行，但是不 PK 吧也不行，也得适度 P 个 K。 我这人这方面的交朋友这方面可能差一点。嗯，你没有来什么？六六哥说什么？什么时候弄好？嗯，一个月左右吧。我们签合同是一个半月交工，他说一个多月就差不多。腿哥不唱歌吗？腿哥不唱歌。嗯，打才艺局可以涨人气，可以的。桃花弄学会了吗？学会啦，就那么两句。我给你们放一个，就是自嗨型。我说但是我
我唱不出那个味儿，所以说就没有唱在直播间。茶戏也去吗？嗯，茶戏他们就是方便去，想去的话当然可以去了呀。舞台刚好可以去现场吗？那个是封闭的，去不了现场，除非是以后舞台可能会搭在户外再整一个，大家就可以去。六六哥想叫你 PK， 但你没给机会。但确实是我每次 PK 的时候，六六哥都给我刷了不少的礼物。怎么叫菲儿？我这个号就叫腿哥。什么时候和云朵连一下麦？嗯，有机会的。云朵老师唱歌太好听了，我跟他连麦我会紧张的。茶西在直播间说过，舞台建好一定去呀、啊！啊，很多粉丝希望你跟你连穆森，行，等有机会我们连一麦，嗯。找个软柿子捏一下，不了，就跟大家聊会儿天，我就下了。连不好就会有节奏啊？哪来那么多的节奏？咱家素质也很高，都挺高的素质，不会有节奏的。这个东西不是说，嗯，大家今天想连了就连，也得看看看那个看时间。有的时候可能我平时连麦也少嘛，人家可能也会忙，因为现在我看他的舞台好像都好多的主播去嘛。真容吗？对，就长这样。六六哥问你这几天都没有 PK 吗？嗯，没有啊，等哪天呢？莫愁姐姐在直播间说想老大了，我也想莫愁姐姐了。转一圈没好看的，那有点假了啊。其实抖音上真的身材呀、唱歌呀超级多，可好了。云朵唱不过你，这话我告诉你，我要纠正一下啊！人家唱歌是一点修饰都没有，我看过，他是真的完全是靠自己的真声音。像我们都是可能有声卡，有这些东西做辅助的。你要真正的去说谁唱歌厉害，真的没有几个人超过云朵。你们就是看热闹，一点都不专业。但是呢，我知道你们不专业，你们就喜欢我这一款的。但是这个是。不能说比较吧，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人，他是属于老师级别。他唱歌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感情的，很耐听，你就听860遍的那种，他不会腻。你看有些歌是很有节奏，但是听多了会腻的。灵魂歌手。你啥时候给我们唱左手指？我唱不上去。互捧那都没有，这是一个认可，是真的。我很少夸别人的。不，那你们不一样，但是我喜欢听不一样的。你看我唱翻唱的很多的歌，我喜欢听，但我唱不上去。大家可能点的时候，可能点好多云朵老师的歌，我都唱不了，太高了。目前缺优秀男主播，只有云飞一人。行，有男主播的话可以来啊。
婆婆啊，我休息两天，昨天搁直播间啊，我直播间讲了，可能你没来吧，你没听见。花瓣瓣，太高了，我那假音不太会唱。星期打一次 PK 呀、啊。我是不是应该算是比较稀缺的这种人？主播打 PK 得催着打，化妆前后差距大，差距大证明化妆师没白请，化妆品没白用呀。指定会有点差距。我卖货吗？我不太会。你嫌嗓子高啊？高，但是总唱总唱，嗓子也有点哑。现在可能说说话，嗓子也有点哑。就是认识一下，交流一下，才一连麦。我懂得，就是不太会聊天，所以说就很少去连麦。现在云飞人气不少啊，正经不少啊，毛坯儿和装潢，我至于有那么大差距吗？毛坯儿和装潢都已经用上这词儿了。家优秀了，素颜也好看呀，但是就感觉不一样嘛。就是大家看惯了，可能差距没那么大。可能第一次看我的时候，可能感觉啊，他跟菲儿差这么多。该减肥了，其实我不是特别太胖。其实他们人气的上升啊，跟他自己努力呀、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还有直播内容啊。看我牙呀，我牙缺一块是特点吗？眉毛不短，看，但是没有那个直播的时候眉毛画的那么长，就是很正常的眉毛的长度。而且我眉毛长得也挺好的，就是往远处灯光多的话，它就瞅不着。看。有眉毛，就是往后就瞅不清了。小眼睛，小啊，从小就眼睛小。我小的时候，我妈抱我出去，你就笑话我。哎呀，这小眼睛太小了，长跟豆似的。化化妆可能就大了。变态星期四啊、哦对，下星期四不要忘记啊。舞台招扫厕所的人不招，就大家上舞台，大家就好好坐着看我直播就行，啥都不用干。
望秋雾，我希望你我最初花瓣吧留在爱你的路。太高了，不好唱这个。我很少唱这个邓紫棋的歌，唱不上去，他那个假音不会弄。不会拐那个弯儿，所以说在直播间就唱，就是唱一些好唱一点的，就不用特别太多的那个技巧的，这技巧太多就唱不了。泡沫以前也唱过，现在不咋唱，唱不上去。小程啊，小程你会唱吗？桃花诺不会。他说让你试试。不会。真假是转换吗？他这个有点技术含量，因为毕竟没专业学过吧，他有点费劲啊。这是小号吗？嗯。活捉腿根儿也没，没有灯牌哟。我黑眼圈这么重吗？抽黑眼圈很重吗？我看我自己好像黑眼圈有点重。休息不太好是。今天晚上不唱歌吗？啊、嗯，我唱不好这歌。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坦途，情是重，爱偏开在迷途。往前路，望秋雾，望希望你望最初，花瓣吧留在爱你的路。不行，就那个爱，爱在花瓣吧，爱留在爱你的路，就基本上都没有声了，全哑的声。我基本上没唱过这类型的歌，养好嗓子，好，好的，感觉像邻家小妹挺好的，谢谢夸奖。我这人就是别人一夸我，我能开心的一天。眼睛真小，就长这样。小程也化妆了，他五官精致吗？其实五官，你说鼻子长得好看吗？也不好看。你说眼睛长得好看吗？也不好看。你说嘴巴长得好看吗？不好看。就是凑一起吧，还将就吧。实在的主播，嗯，在舞台属于两个人，性格也不太一样。大号不火。大好休息两天，明天我去录歌，今天休息一下嗓子，明天去录歌，后天播。你是七彩主播吗？是啊。我都
快成七彩的劳模了，基本上小号都要天天播的了。我特意去看那个邓紫棋的那个演唱会，唱的《桃花怒》，真的，明星就是不一样，唱歌的感觉，让我就是那种什么，一眼都不想离开他，就一点都不分神的那种去看一个人的直播，这才叫真正的唱歌，太好听了。像我们这样的人都属于。这属于啥呢？半拉柯基吧。谢旺哥送来的顶灯。腿哥签七彩了吗？那当然是哟。谢谢灰毛哥。这歌唱就没有声，怎么练它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假音地方都是没有声音。生日不过了，嗯，等六月九号周年庆一起过，以后咱们就都一起过，不单独过生日了，不过生日，以后没有过生日的说了，家人们，找个专业的学两天之后，跟人家老师试发音的地方，怎么开嗓呀什么的练呀。一样，等完了回到直播间还是那么唱，就是，就现在就属于什么呢？就有自己的那这个唱法，就是有自己的那个用气儿啊唱法。完了你去跟人家学，现在就短时间跟人家是一样的。完了等你回来的时候，完了你一直播，那个劲儿还是十以前的那个劲儿，就有点憋不过来。其实像一张白纸的时候，你要跟老师学，你就是跟老师的一个风格，这就已经定型了。有点改不过来了，因为跟老师学的那个发声的声音出来的也不一样，就已经形成自然了。我公司啊可破了，我别看了，可乱了。明星唱歌感觉就让人家听着也舒服，看着也舒服。歌曲要有感情啊，可能我唱歌就多少还有一点感情吧。你要说技巧，没有啥技巧。你那个不干火了吗？嗯。皮的，好像热度还算可以哈。可能我唱的歌，跟人家不太一样嘛，就是没有一番风味。我那不甘 DJ 的，哼。啊，就有那个跟别人不一样。我的颤音厉害，我颤音也。可能自己想就是轻松一点，完了慢慢的吐出了自己的气息，完了自己就成颤音了吧，就跟别人也不太一样。一点专业的水准没有啊。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坦途，情事中爱偏开在迷途。往前路，往旧路，往昔往你往最初，花瓣瓣留在。
别人夸你好，你一直夸自己不好，就可能我就是一直在找自己的哪个地方不好吧。其实自己也有好的地方，就是没必要自己夸自己嘛，自己知道就行了呀，不用夸。我就会这一句《桃花怒》，别的地方我不会唱。就这根沾是我的那个精华了，定住了，奇迹哥来了。谦虚使人进步。嗯，这几年咋没有变化？我说我吗？有啊，脸上也会有皱纹。哼，竹狼哥刚才也来了。我的性格啊，修炼的现在比较好。哎妈，谢谢几位大哥，谢谢灰毛哥。人嘛，总有变老的时候。心态嘛，可以掌握，年龄不可以掌握，长相也掌握不了，但是心态可以掌握。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舞台，我也是这样想的。人气票就是免费的，加600张花钱的吗？是的，六六哥。完了，其他的礼物就可以随便刷。明天不播，千金哥。我以前唱歌，大家有听我？你放一个我以前听。我以前唱歌是那种很干净的声音。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来个飞蛾扑火吧，给大家放一个这个歌，跟现在的唱歌呢不一样，因为这个应该是嗓子没手术之前唱的，等嗓子手完术之后呢，就唱歌的情感就有变化，可能自己觉得这样唱歌不累，就自己唱出了自己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说你长胖了呀？是的，长胖了，尽量不太胖就好了。听，以前的声音没有那种颤音，它是很清澈的干净。对，以前声音是尖的，是往上扬的，现在声音是往下沉的。谢谢无念哥。是飞吗？是我啊。纯那个声音很简单，声音也是，对，嗓子以前是尖的，手完术之后嗓子其实挺好，我很知足了。现在唱歌，现在的声音就有偏厚稳，现在挺尖，听着这个是尖的。是悲情所困，是无言所痛，是傻是悲还是错，也许悲
这是我以前唱的，没手术之前的。那我后天直播给你唱这个歌啊。这个我看看，我看看评论是几年的？2017年，我这个评论里边有个2017年的评论，应该是2017年。我看，这个在酷狗上能搜到2017年6月份的评论，应该就是2017年左右吧。怎么还有个刚刚评论的佳佳？这么快？这歌应该是我2017年唱的，我再给你找一个啊。这个歌是2022年唱的。现在在公司吗？对呀。这个时候的声音，就是这个歌是数完数的时候录的了。想听牧羊，放个牧羊也好，我给你找，我看看有没有。这个时候声音就比较深沉了。今天大好命不过，许多东西都是失去了才会明白，谁给我送的？光惊讶，忘看名了。没有粘睫毛，这是我呀，就我唱的，就是这个是2022年唱的，去年。牧羊人是经典呀。你放一个，这我不成酷狗了吗？
这就是。这不是，嗯，我去找找啊，我看我有没有备份。是吧？谁？我忘了这个是什么时候唱的。这应该是数完数之后唱的。手术前后吧，手术之前唱的，现在不敢照了，太高了。老杨哥不能唱，现在嗓子唱时间长也会哑。就是两边长了两个息肉，所以说要手术，休息了得有三个多月吧。就是我休息的时候，那个时候直播间还有很多人，就是在直播间里去听我的录音，就天天我不播看不着人，他们就听声，就等着我。可能有的人不信。那确实是这样的，就几个月，他们就每天会按时的上线到我的直播间听歌，完了到该下播的时候他们就走了，完了该开播的时候就是不开播，该开播的时候就来。我烧水的声音，试试啊！太高了。
云朵老师的目光。这是谁呀？我呀，我没化妆，可能跟化妆有点不太一样。跟橙子说话。明天可能喝水，不喝嗓子就感觉要冒烟了。其实保护嗓子就是要喝水，温水。好了，换一个歌，这个歌有点悲伤啊。嗯，换一个这个，点半天的。这都以前唱的，现在唱不了了。我明天要录歌，今天就稍稍休息休息嗓子，所以说没有播。下啦？啊？你这开这么短时间啊？啊，一个小时十分钟。辛苦辛苦。你把这个歌学学呗。啥？倔强。这歌应该挺好听，因为它是走心的歌。这是云朵老师的一个歌，这个歌好听。你学会了，他们都上你直播间听去。他在这挠脑袋呢，这么高。大脸盘子吗？我是圆圆脸。算是云朵老师的小迷妹吧，老好听了他的歌。I'm sorry.
哎，我和你，你们可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说啊，也起码也是你飞的一个偶像啊，可不能这么说，这么说我要生气的啊。就像你们喜欢听我唱歌，别人说我唱歌唱歌怎样，就每个人喜欢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真的唱歌是非常好听，每个人欣赏的都不一样。刀妹都4000多人了，优秀啦，一个个的可以呀。要好好化妆，我就直播的时候化妆，平时的话基本上不化妆的。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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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别这样，别这样，你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关系。那我就长成这个样子啊。成啊，应该他一会儿播吧，静博要不行啊，我也就小号直播的时候敢这样，你要正常第二直播的话可不行这样呀，因为毕竟面对很多的这个粉丝还要精心打扮一下的。他去云飞那个直播间播，嗯，因为他来的有点突然，他没告诉我，也没有直播间，也没有住的地方，给我弄得手忙脚乱的。他可能暂时搁云飞那儿播一两天吧。你怎么不化妆？因为今天没直播嘛，小号播，所以就没有化妆。来平台半年多，快一年了。你很有韧劲儿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打不死的小强的感觉吗？是这种吗？什么时候跟云朵老师连一下？有机会的，兄弟们，嗯。手术进行前的歌都成经典了，差不多吧。现在的唱的歌不一样了，就是。但我没有觉得很难听，就是味道变了。我这个杯一点都不大，只是我的脸真的没有那么大，所以说你感觉我用的什么都很大。我也不知道人家的视频调的都可小了，我就感觉给我脸给我调瘦了，觉得就那个视频调的有点变态，我就觉得不好看，就脸大脸不好吗？可能太近了。脸大吃四方啊。看正常手，可能是我手也没有那么大啊，正常手，正常就正常拿，其实就这么大而已。有什么可以参考一下？手机算吗？这就跟手机到手机的镜头这儿吧，就这么大，这杯，这手机应该都差不多大吧。每个人都有，就这么大点儿。你这手机有点大，
为啥呀？为什么我在镜头里边瞅着手机都手机就这么大点儿啊？那我也不可能买个超大的手机再用了。啊，对呀，那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上去之后就瞅着我好大，啥都放大了，可能设备太好了吧，牙也大，对呀，鼻子也大，就眼睛小。刀妹声能听见吗？刀妹在直播呢，而且刀妹今天心情挺好啊，挺稳定的，挺好。其实啊，这个都是啥呀？其实云飞和刀妹啊，不是我说格外的夸他们，还有莫愁，真的就是挺努力的，他真挺努力的，尤其是刀妹和这个云飞，好像没就从到这块吧，可能。就好像就 PK 都有数的，没怎么 P 过 K。我说别 PK 了，就好好做人气吧。我说好好做人气以后就好了，慢慢做，别着急，得得到大家的认可。确实，嗓子天天都唱拉猴了，都一天都不敢人家可能一个 PK 多吧，但确实也挺听我的，现在也不错了。人气起来之后再 PK， 对呀，那你看咱换一个换位思考，简单一下，你 PK， 你现在一百人，你指定找的 PK 也是一百人，对不对？等你人气做到五千，做到一万，你找的 PK 也是一千，啊，不是五千和一万，你相互，你别管说票有多少，或者挣多少钱，咱们不说，起码让就是你的五千人，你对面也是五千人，你加起来就是一万人认识你。现在呢，你是一百人。对面也是一百人，加起来就二百人认识你，而且你也交不到什么就是那样高质量的朋友，应该这么说。先做好自己，再去想什么流水呀、啊，或是咋样。如果最基础的东西，看主播吧，因为有的主播他就是圈子不一样，对呀、啊，如果说吧，现在咱是就安稳稳的，就是可能我就几十人呐、啊，几百人，我就比较知足，因为我这个人可能唱歌不是我的强项，没事我就聊聊天，主播呢就可以就什么呢，就坐着就跟大家唠唠家常聊聊天，我觉得这样主播也行，也可以，流水也能做得不错，完了自己的这个家，自己家的兄弟们也能维护得比较好，也可以，所以说就看主播是才艺类型的，还是坐着聊天类型的。谢谢我们的吴网哥，就是每个人，你看为什么说才艺主播留不住大哥呀，或者刷礼物的，因为可能重点是人家是表演才艺，就是所有的东西可能目光啊，或者是话语啊，都没有放在人家可能大哥呀刷礼物这方面的身上，所以说直播间可能刷礼物的人呢就非常少，像这种直播间就是光唱歌这种直播间，可能真的就是情怀礼物，再一个就是可能哎你很努力，我比较认可你，我每天给你送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我就当一个支持，我也欣赏你唱歌，我也爱听歌，可能能吃点这样的票就不错了，就看自己想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情怀比较长远嘛，对呀、啊。因为我觉得刀妹和云飞吧都是唱歌底子也比较好，有基础，不管以后户外也好啊，上舞台也好啊，他们确实是适合做人气。我的妹妹，你叔叔长得比直播年轻吗？有了人气以后啥都有，其实我现在也算是有人气吧，就是看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PK 多了招人烦吗？也不是，你有的 PK 就是会逗得两边的兄弟姐妹们都什么呢，都很开心。其实直播不管是唱歌还是 PK， 主要是呈现出来的节目让大家开心，
对，咱不能说 PK 不好，它是主要你呈现和奉献的东西，给大家欣赏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 PK 主播虽然说流水也高，但是他们私下可能要做的内容也非常的多，对不对？可能两边，哎，我们今天做一个什么表演，我们今天 PK 个 K， 对面表演一个什么，我们表演什么，而且两边的直播间不掉人，内容也非常的好，这也是可以的。就是所以说，就是自己拿自己的特长去发挥自己最大就好了。户外呀，看情况嘛，要是能户外就户外呗。PK 回流多，那没去了解那么多这些东西，因为咱没接触过，了解的比较少。腿哥这眼睛漂亮，你嫌我的眼睛小是吗？你不 PK 不涨分少，其实我是应该 PK 的，但是我就是可能嘴有点笨，就是跟人家互动不是特别太好，就是 PK 的话也只能就是跟才艺主播这样 PK 一下，是否会有一点吧，就是不太好意思。放开娃呗，慢慢来嘛。这其实你看唱歌我很厉害，就是这方面其实还不是特别厉害的。今天要胖回去了，我今天我也觉得我好像胖回来了脸。前两天我就觉得我今天睡觉睡多了，好像我起来我感觉脸都肿了。因为今天不直播吗？我在床上翻过来扶过去的，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一会儿横着睡一会儿竖着睡，老得劲儿。完了好像感觉我睡肿了脸，胖了。喜欢看我 PK， 可能因为我 PK 比较少吧，一脸胶原蛋白，刚敷完面膜的事应该是。胖了呀，你睡了几个小时？我这一觉又一觉，一会儿一小时一会儿两个小时，就感觉可幸福了。躺在床上抱个枕头，我床上有四五个枕头，横着躺着我转圈睡。你 PK 太尬了，对，就 PK 的话可能不会太聊那么多。遇到过粉丝吗？遇到过呀，前一阵儿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就遇到过，完了一个小女孩来还跟我合影了，完了还有人，我可不可以给你拍个照片，给你录个像，就特别的，就是特别的特别的，可能就小心翼翼的会来跟我讲话。睡眠质量不太好吗？就对，睡觉是一阵一阵的，完了之后就特别的，怎么讲就不一样。也遇到过，就基本上嘛，就没有遇到过什么就不正常的，基本上遇到都是正常的。哎呀，院长，菲儿姐姐，我可不可以跟你合个影？就感觉还挺幸福的。把海哥想听你唱残雪，我会唱伤雪，残雪我不会呀、啊。我不算是网红，今天特别舒服。其实我现实生活中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打错了，是伤雪吗？伤雪行，等我直播给你唱啊，记得来听啊、哦。没男粉丝找你合影吗？没有，他就是给我拍照片，没有要跟我合影。其实挺有素质的，特
别文明，可能他也比较，他可能经常看我直播，知道我可能会害羞点啥的，他就跟我说话就比较，也是比较腼腆的。你算网红了？其实不算吧，莫愁比你大一岁吧？没问过呀，都比，我觉得好像都比我小，我比他们都大。就在我跟前我都感觉是小妹妹，我只是建议哦。我知道大家的建议，咱自己家人不跟自己家人啊。谢谢打发时间哥，点字钱出来了，好像面膜钱也出来了，明天接着糊面膜。兄弟们帮我感谢一下打发时间哥，谢谢打发时间哥。30多岁听到40岁，以后听到50岁，但是我得能唱动行。其实每个人的体力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在又蹦又跳啊，就是又蹦又跳的话1个小时行，然后又蹦又跳2个小时的，又唱又蹦又跳的话1个小时能坚持下来，要2小时我体力其实也跟不上。莫愁合约，他没有合约，他啥合约都没有。没有，所以说没有什么到期啊没到期那一说，他是他没有违约啊什么这些东西。你结婚大活随份子，小可以，前提是你得给我介绍我一个啊。莫愁说跟七彩签了8年是真的吗？是真的。你看我行不？我也没见过你啊，那也不能说就是在直播间就这么相亲啊，你也不能这样式的，根本现实也不了解呀。你想结婚不？说实话呀，想。没合适的，其实我妈我爸也挺着急的，毕竟也30多了嘛。但是可能就是，一直播的时候可能就忘了，这个事儿就忘了，就没有时间去琢磨这事儿，就满脑子每天都是可能旗下的主播呀，完了要不就流水任务啊，要不自己直播间的这个人气呀，哎呀，谢谢打发时间哥。打发时间哥，你是想说我也单身吗？也不是说没有时间谈恋爱，就是可能就是心思就可能放在这个舞台呀、做工会呀啥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也没有外人跟大家就这么聊聊天，平时直播的话我不可能说这话题，给自己带这个节奏不太好，因为要是大号直播的话咱还是以唱歌演绎为主，这个就是没事瞎聊天啊。挣钱为主，也不是挣钱为主，就是每个人他都有，他挣钱咱是要挣钱，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嘛，要是没有这个钱的支撑，我也没有钱去打造舞台，也没有钱去签约这些人呀或者是设备呀啥的，签约50年我没有那么多，我们都是5年的合同，完了可能看情况，可能关注啊什么这些东西可能会后续可能会续3年，后边续3年，如果你有在我这播的不好的话就没有续约这3年了。可以看看刀妹儿了，刀妹儿她在直播间，现在在直播呢。
50年粉丝合约呀、啊。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再活50年，再活50年我不得80了，好像也差不多。我觉得我这身体格虽然说小毛病多，但是没有啥太大毛病，也差不多。啥时候摘口罩啊？那你得问莫愁姐姐。兄弟们都懂啥呀？兄弟们都懂啊，你说的。掐指一算，我非能活99，接您吉言，活个百岁。叉叉快满8年了，不是，他是从抖音上开始算，以前的是不算的。做好了，我看看。一会儿我再重新看一眼、嗯、谢谢，辛苦了，去吧。还有一个歌没做，等会儿我再给你讲那个歌没做出来。说到哪儿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换一个歌啊。说到活到100岁了吧？对，说到能活99，又飘了个寂寞。你饿了没？我今天好像确实没吃啥，爷爷有点饿，听着，得控制我的，不能吃太多，稍微得瘦一点，太胖了。因为衣服，选衣服的话，化妆师啊什么的都挑衣服都有点困难了，要不他有码，但穿着不好看了，上舞台，稍微得减一减的。但不能减太瘦，减太瘦了就脱相了，不好看了。叉叉跟我多少年了？叉叉是2014年吧，到现在5年。哎，不对，嗯，叉叉都有跟我5年，6年了，快。叉叉是从我转平台第一个奔我来的。就是在叉叉眼里边，情谊比任何人都要重。这可能有的时候叉，可能有的时候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嗯，但是叉叉这份情绝对比谁都真。好姐妹们啊，叉不会表达吗？对，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脑筋转的就没有那么快而已。但是他那个心是非常善良的，而且呢就认准一个人，他就会跟着你，重情义。叉叉七彩的月老吗？嗯呢，你要对叉好一点哟，那必须的嘛。给签约费了没？这咋说呢，算有也算没有吧。那这个就不跟大家公开的说了。哈，有些东西可以跟大家说，但有些太细节的就不能跟大家说的，不能刨根问底了啊。嗯，对的，但大家知道叉叉这人好就行了。
查查怕有节奏，从来但心里默认是师傅，对他自己也那个啥，但嘴上不说，心里边就已经不明白的。没有看见飞穿牛仔裤啊，我以前瘦的时候穿过，胖的时候穿牛仔裤属实真的是不好看。咱得承认，咱得扬长避短嘛。玲儿是收的第一个徒弟吗？不是，我收的第一个徒弟是耗子，是个男徒弟，但他现在不直播了。查拉会古灵精怪的吗？我也要拜师。追梦，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大哥飘了几个寂寞，飘啥了？兄弟们，给我那个啥呗，打个字我瞅瞅。妈妈来，过来来，来，来上。哎呀呀，磕脑袋了吧？搁这吧。现在后勤了吗？对，就没事帮我弄弄这个东西，整整这个东西啥的，因为他毕竟直播过嘛，他有些细节的东西他还是知道的。打发时间哥说爱七彩，多支持阿言。阿言行，阿言就是怎么讲呢，就聊天也好，也是比较接地气的。这个眼睛大呀，妈妈，他说你眼睛大，我俩有可比性吗？这狗太丑了，它已经16岁了，这小狗。但你潇洒，但你还唱过。我打发时间哥，又给我来了一个抖音一号，你没看见？啊，支持七彩，支持爱，那咋不支持我呀？那我也需要啊，是老狗了吗？嗯呐。这个我是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我住在农村的时候，他就是在家看家，他牙都没有了，瞅瞅，就上边下边就有几颗那个啥牙了，他牙都没了，因为我们家农村的房子现在也没住嘛，完就给他领这儿来了，真埋汰。安个假牙，对，他因为他毛长。60多岁是吗？你要拜师啊，但是你得加微信啊，得有才艺啊啥的这些东西，你要啥也不会的话咋办呀？聊天费劲，又聊啥了？什么品种？它就是，我也不知道啥品种，它就是属于土狗。我没化妆，也啥都没弄吧，就比较生活。造的埋汰，都臭了，你不洗澡。就是没有品种，就是比较土狗，就说在农村就属于小流浪狗了。完了吃垃圾，以前我要不在家的话，它就没有人喂它吃垃圾。在家自己没事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回去的时候给他带点饭菜呀什么了，就是或者是吃的东西，完了一放他能吃好几天。后期他没有牙了，他吃不了东西了，冬天他就可能我美吗，不是啥也吃不了，就给他拿回来了，就放在跟我工作室啥的。哎呀你干啥呀，你这么想要画面啊？
小花面呢，搁这儿下去，往下一点，啥造型？没有啊，今天洗吧。这啥玩意儿？你画个眉，我有，就是不明显，灯一晃就没了，我过了，远一点就没了。干啥呀？靠边，你就在这待着就行。90岁吗？16岁，再过年就19，不是17岁了。嗯，又飘了个地吗？飘啥了？帮我看着点，提醒我。我的连只狗都不如，为啥这样说？也过分了啊！掉毛，还行，它现在不咋掉，掉毛的时候就离它远点。我的歌啊，给你换一个歌听。听这个。你又上来干啥？我不洗手吗？我也不吃东西啊，我抱他了再洗手。你干啥？属于高龄狗。你要起飞呀，上这么高。喜欢养狗吗？我不养狗，这就是养了10多年了，又不能扔。行了，下去吧。我直播呢，别吵吵啊。没有你事儿，烦你。比较乖吗？比较黏。以前不对，可能就是岁数大了，以前的时候招他不来，现在就反正就是就比较那种，谁搁哪儿他就凑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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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上人身上趴着去。你想上个镜呀？茶西退出团队了吗？没有。这狗没几年好活的了，你对它好一点。人说能活20多年呢，
你搁下边坐不一样吗？非得坐我身上？你还要个画面？谁看你？你瞅你的头发那造型。眼睛也是，我跟你讲，他的眼睛也是一个大一个小，看，而且他这眼睛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白色的，但是现实丑是一样大的，但是在视频里面他看就是一个大一个小。今天你还知道上视频了呢，还瞅镜头干啥？你为啥也老是往上边跑？两眼睛不一样，就是这边是黑色的，这边是白色的。就是你让他上窝去，你就这样一指，就这样一指，他就走了。来吧，上来吧，来。小母狗也是网红好不好？不是网红，流食啊，基本上他就是米饭呀啥的，他不吃狗粮，他从小没有吃那个狗粮，一般的小狗不都吃狗粮吗？他就是米饭或者是馒头，你给他整成汤，全给他就是像粥一样，他就吃了。我在催化呢，小狗还活着呢，活着呢。没变化，有也有褶儿，就是没那么明显。剩菜呀，剩大米饭呀，还有剩菜的汤啊，完了你得添点水儿，完了给它搅和，完搁个盆里边。酒窝变大了吗？可能比较近处的比较清楚。老妹儿有没有孙子？没有吧，他下几个小狗崽儿他自己就跑丢了，因为搁院里嘛，以前的时候也没人管那小狗，完了就反正就下了几个崽儿都跑没了，就找不着了。要不就下的崽就送人了，要不他下的崽他就跑丢了，就没了。
妈都快十点了，行了，省点嗓子，嗓子现在说话好像都有点拉齁了。当妹儿播的吗？嗯，当妹儿在播呢。热了。不用吼啊。休息。当妹儿声音特别大吗？唱歌吗？我唱歌也差不多吧，劲爆的歌都是得喊呀，也不算喊了，得使劲儿，要不然它没有声啊。跟直播的话不太一样，直播用单反呀，化妆呀，看着跟现在手机呀不化妆，嗯，肯定会有点反差。下边就睡觉了吗？差不多。摄像师是谁？摄像师，你猜像谁？感觉摄像师跟以前有啥不一样吗？谢谢陈发哥，我发现一点都不高。你看，手机，我就手机的一半，我的本儿就这么点儿，我就本儿都就这么大点儿。你看眼眉搁这儿。我也不知道我的摄像头为什么就照的是怎么丑怎么来。我的手机好像也变大了是吗？我那是平板，我这是正常的手机。我的手机为什么我的发际线有那么高一个数的？手机也大，俺的手机是平板。嗯，谢谢六六哥送来的秋千。不要解释了。听菲儿唱歌，心情澎湃。慢歌又心如止水，有这么邪乎吗？谁在练歌？刀妹在直播呢。妈，过完年肉乎吗？我从沈阳回来，过完年我胖了10斤，现在已经瘦回去了。上镜头瞅吧，看看这回瞅了不？瞅，这回上镜吧。
丑狗。脸一下变大了吧？成都定居吗？不啊，我成都不定居，我家还是要在绥化的呀。哎呀妈，我都听见了，谁给开了年度会员了？你们听见了吗？老激动了。是呗，可能平时的话，他直播间礼物也比较少嘛，其实有人给他刷礼物都特别的开心，也是老卖力了，一天直播。工作室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七个吧，在直播。一会儿告诉他，恭喜刀妹儿喜收年度会员，我们都听见了。谢谢陈哥送来的会员。行，那我就休息了，我也下了，拜拜。看我是这样的吗？是这样吗？这么大脸吗？我过节的图，我脸有这么大吗？走了，比这还大呀。好吧，拜拜。